件的受害者呢，主要是两类人群。一类呢是中国留学生，因为中国留学生呢，他们需要在马来西亚这边有生活费。如果呢，就说呢，他们每次通过银行汇款的话呢，他们可能在银行的汇率里面会损失一些钱。这种骗子呢，就利用这种，就说，哎，你找我换钱的话，不用通过银行，然后你这边的话找我换的话，我这个汇率呢会很便宜、很划算，会让你省一笔钱。以这种来吸引这些中国留学生呢，然后来换这个找他来换钱。过后呢，这些学生呢就发现上当了。这样，这一部分是留学生，还有一部分呢是跟中国经常有贸易的一些小的中小型企业。本身他们呢就说跟中国那边经常有货款啊或者一些来往的呀，他们有时候要用到人民币，有时候用到马币，所以他们可能就每次通过银行会比较麻烦手续，所以他们可能选择这种方式。所以那骗子呢也是在盯着，就说的这类人群，然后经常呢就是说以那种非常简便的手续啊，然后还有这些比较非常诱人的一些利息啊，就利率啊，这些手续费吧，啊，应该叫手续费，然后来吸引他们，然后来以这种方式来做交易。